盘点那些一生要强的爸爸。爸爸，你信不信我能蹦到你那去？我信。你老鼠不信。我信。妈妈不信。就是，爸爸，你信不信我能蹦到你那去？我信。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看看我能不能碰到哪里。好，我信。我不信。你信吗？妈妈不信，蹦吧。一。我信。不信，不信，不信。一，二。我信。行，妈妈行，啊，不是妈妈不行。几颗？四颗。再数一下几颗，我的黑色的。五颗。那水印呢？一。打吧，一点都不痛。嗯，你都没吃饭，没不痛。爸爸，你爸爸呢？爸爸，对，爸爸，爸爸，妈，爸爸。整天张嘴你妈，闭嘴你妈！于大人，你不能跟我说，你家里面还有我这个爸吗？啥人不说？你把这个星期的生活费给我压了吧？啊，好。啊，你妈妈去做美甲去了，你坐个电视，去坐那个看会电视，她一会儿就来了，好吧？哦。你别笑。哎，哎呦我。
爸爸问你一件事情。这个是我问，我知道这个老师是谁啊？刘老师。刘老师是吧？这个是我爸爸。我知道那是你，我知道那是你，这是 我知道这。你是没看到我吗？看到呀。你就不能叫一下爸爸爸爸吗？整天自换鞋回来就知道妈妈妈妈妈妈，当我是空气啊？小咪咪，来，出气，开门进来说爸爸爸爸爸爸，让我感受一下幸福的气氛，不然一点幸福指数都没有。有人。爸爸。哎，儿子啊，你回来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